大家好，我是阿周。很多人到台南市都知道台南市的美食很多，那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这间是我常常会去跟他买来吃的韭菜盒子还有猪肉馅的一个，算是当地我们东区当地这边非常多人会去跟他光顾的馅饼摊。台南市很多美食都集中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外地的游客几乎都跑到那边品尝美食。可是这个隐藏埋在巷弄内的这个美食，韭菜盒子还有猪肉馅，还有它的猪肉，真的是非常的可口好吃。最主要是味道真的很棒，且价格贵，同板价。可能没有介绍，没有人知道。不过我们当地人都知道这间店。这个影片播出来呢，或许就会有一些游客看到之后，就问说位置在哪里。这个地点呢，我也不说，它是在台南市的东区，啊，真的是品的美食。有机会大家来品尝看看，他们的猪肉馅饼还有韭菜盒子是我推荐的。价格在荧幕中这一幕可以看出来，非常非常的便宜，现在只要20块台币能吃到的猪肉馅饼，可能在整个台湾呢要走一段路。好的，影片阿周就为各位拍一下，让各位知道有这么一个平民美食，位在台南市的东区，在巷弄内的平民美食。好的，我们下次影片见。